这是30年前珍贵的武术训练资料，真实记录了我国特种兵苦练格斗技术的场景。七打摔拿是传统武术的主要格斗技法，要想发挥更好的实战性，必须有高强度的功力训练。我国的特种兵们不畏艰难，苦练本领，一拳一脚打出了硬汉风采。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对中国心。扬州虽然传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。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终坚定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心中已扬起。滴水能穿石，铁杵磨成针，这铁拳是苦练出来的，练功贵在坚持不懈。